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，剪完片，然后就一个人睡在这个空虚的客厅。现在是半夜1:30，然后你看整个客厅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，每一天都过着这样子的生活。然后我空虚到啦。看我这个北北，这北北已经陪伴了我很久很久了，谢谢你 bro。 现在的时间因为我太过孤单了，太过寂寞了，非常的空虚啊。你们了解那种空虚感吗？然后我每天就对着这个天花板，看到吗？每天就是看着这个天花板，然后慢慢的睡觉，慢慢的入眠，你们感受到吗？Jasmine 呢，他一路来他都很少让我跟他一起睡觉，有时候他就会下来陪陪我啊，然后有时候就我会上去陪陪他睡觉这样子。但是绝大部分呢，他都是睡他房间，我都是睡在客厅。要讲的话，应该是上个星期是最后一次跟他一起睡。他已经一个星期多没有让我跟他一起睡觉了，我是觉得我越来越空虚。没有办法，因为 Jasmine 就是一路来都是一个人睡的一个习惯，然后我也没有想要就是跟他一起睡的一个想法这样子。我通常我都是坐在那个位置剪片，剪完片了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坐下来这个位置，是不是多么的方便？我呢就是这种喜欢方便的人来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过这样子的生活。因为我觉得剪完片走过来睡觉几方便，是不是？早上起来了上去 Jasmine 的房间刷牙洗脸了，又走回下来，然后又再坐那个位置剪片，剪完片晚上又走过来这边，所以现在你们就会看到我拿着 camera 在跟你们讲话了。喂，这样子，今天我拍这个影片，我也不懂会发生什么事的。然后刚才呢就讲到我跟 Jasmine 在一起睡，很像是上一个星期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要做一个挑战，我要挑战啊，偷偷摸摸的潜进他的房间，然后睡在他旁边一个晚上，不过分吗？是不是？我身为他男朋友，然后我们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想要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挑战。应该是 Jasmine 现在应该还在楼上在弄着毛毛的东西，所以 Jasmine 现在还没有睡觉。等一下他睡觉了，我就要偷偷的潜入他的房间，然后睡一个晚上，睡到他发现我为止，看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反应。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挑战呢？因为我觉得哦，一旦他发现我这么会睡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吓到。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没有讲好我会上去他房间睡觉，之前我们就是会 deal 啊，就是讲如果他要下来陪我睡，他就会跟我讲一声，我要上去陪他睡的话，我也是会跟他讲一声。但是如果没有讲的话呢，我们就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睡，也不会想要跟另外一个人睡。我还讲什么？你们听得清楚吗？总之就是 Jasmine 会不喜欢我在没有交代的情况下就跟他睡觉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就要偷偷潜入他的房间，然后睡在他旁边一个晚上，就是要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如果我这样子做了，他反应给我还好的话，这样就证明我以后我就可以爽爽就去他房间睡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实验的，所以这一次拍这个影片就当作是一个白老鼠的一个试验这样子。没有办法的嘛，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你讲不来的，我以为我可以剪完片就上他房间睡觉了嘛，结果没有，结果我要睡在这边，没有理由嘛，是不是？我越想就越觉得越奇怪，奇怪是不是？好吧，所以今天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好讲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会去观察一下他到底是还在干着什么东西，然后睡觉了没有。如果睡觉了，我觉得 Jasmine 哦，门关了灯关了10分钟应该就睡下去了。如果他是准备睡觉了，这样我多一个10到20分钟这样子，我就可以偷偷的潜入进去他房间。我再加多一点东西下去，就是哦，我还要挑战在他的房间吃饼干，让整件事情的难度提高一点点，所以这个影片也不会看到这样闷嘛，是不是？每天都不要管。你在干嘛？刷牙。你要睡觉了是吗？所以你现在刷牙就准备睡觉了。哦 ，OK， 这样。Good night， 爱你哦。我想要问你，今天可以睡你房间吗？没有这么想要睡。OK 哦。真的不给咩？我上次睡上个星期的事了，你今天给我睡啊？来 ，OK， 晚安，拜拜，拜拜 ，kiss 一下。
其实咧，刚才那个画面呢，我一个星期应该会发生两三次这样子，我都会主动的问他今天要不要陪你睡啊，今天可不可以睡你房间啊，但是每次的答案都是啊要妹不要嘞，啊要妹不要嘞，啊不要嘞，要妹不要嘞，啊。所以看情况呢，刚才还是想要是刷完牙了就要去睡觉了，我们现在等一个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，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去酝酿他的睡眠先 OK 啊，弄烧水给你啊，一碗然后放盐给他吃啊 OK， 我先去帮他弄东西先 OK， 现在时间已经快要过半个小时了，现在完全没有声音了，他应该是睡觉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进行我们的计划，我先去拿一包饼干先，一包就没有了，一盒就有，这里有一盒饼干，所以我要带着饼干，还要拿我的杯，然后把灯关掉。我专业的分析哦，他应该是睡着了，至少也有80%，一定中，还一定是睡着。何？真的，你会睡下去吗？该死死我！不要啊，不要！要吃吗？不要。我吃完就要睡啊。不可以。怎么不可以？我不要。啊啊！又
好像哦，哦。OK OK， 这样当这个位置就好，我这样睡。哦，你翻都不能翻。我这样睡，我睡觉没有翻的，但是。不要你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样，哎呀，你不懂女孩子的啦。你好，听我认真认真。如果你不给我睡，把你睡的样子放。金茂，你给我搞点棉花这孔在这里，很黏，你看我这么黏的。哎，忘记关灯了。那就晚安啦。就今天啦。今天。一天罢了。不好玩的，不要给我睡，都不要给我睡的。不能了，我决定我多一下，我再上去。我就不信他今天不要给我睡，他不可能这样残忍。我记得有过一句话，就是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所以他刚才讲不要就是要。对，不管，我现在上去多久，我现在应该要了。下面冷气坏了，我们真只会发凉而已。坏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上来睡。真的坏了嘞，你听我讲，刚才我开那个冷气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冷气哈18度了嘛，然后那风打不出那个冷风，所以我是觉得坏了啦。所以没有办法哦，我今天一定要睡这边了。一天啊，一天啊，就今天晚上吧。Please， 我睡地上。No， 睡觉吧，我要。剪刀说不，剪刀说不。几番几胜？两胜了嘞，所以现在剪刀石头布完了，结果是 Jasmine 赢了，所以是我要睡这间房间。哎，睡觉了，滚来。滚。啊，走开咯！我要睡了。下面冷气真的坏了。睡地下，我睡床。啊，没有，开玩笑。OK， 不然这样，你给我原因啊？为什么不要我睡？女人病。神经病。女神经病。一天，一天。讲一就一啊。嗯。就一天。我讲一啊。我讲一就一下去。一个人武力枕头双人位，是不是？今天用这个，明天用这个，后天用这个，然后打火机用这个。你好耶，悲剧。我现在走啊，我这肯定不拍了。啊？讲啊，什么要讲？又不给人家睡。啊！你讲多一次，你再讲多一次，你再讲多一次，你再讲多一次。要不要？三、二、你讲啦，到四点啦。明明四点没下去，我明天就不要跟你。他给我睡了耶，所以我不用挑战睡一晚了，所以我是可以直接睡了，只是讲到四点。好过没有吗？是不是？你女人并不是应该要更要我陪在你身边吗？你都不会照顾我。哇，你看他指甲几秒。你要不他们看。我现在要睡了，直接睡。我开灯睡了。哦，我要关灯。哦哦哦。好啦，睡了啦，不要弄你了啦。两个小时啊。嗯啊。不准反悔啊！不准反悔啊！又微信又泡温。好啦，所以今天我就可以在 Jasmine 的房间睡觉了啦。哈哈哈。好过没有 ？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啦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明天见 ，Everybody， sayonara。哎呦，我的频道
就快要突破250K 了啦！在这里，我想要跟你们讲，我将会送出一双鞋跟一只手表，任选。快点去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再去到我的 IG follow 我。这样子的话，你们就会有机会得到我送出的奖品。所以还等什么？快点去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我都会把这个奖品送到你的家。所以呢，就在我突破250K 的时候，记得留守我的 IG。我会在那一边公布幸运儿，今天就是来跟你们讲这个好消息啦，所以我们在 250K 见吧，Sayonara。